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掌门，掌门身上怎会有这么多妖气？他之前一直利用你们杀妖炼丹，吞噬妖元。见阴谋败露之后，他不惜吞下数百妖元，一直妖气纵横，唯有以此炼锁住，否则数百里外生灵涂炭。唐昭，你为何给我下毒？该抓的人是唐昭，他与妖勾结，妄图偷袭我派，被我发现这才下毒诬陷。他知我平生最恨妖邪，故意用妖毒羞辱于我，何其歹毒啊！昔日你曾教导我们，降妖堂是教化恶妖之所，杀妖制服理所应当，降妖堂就在那边，你们可以进去看看，看看那些妖力微末的小妖，他们所受之伤，便知道谁在说谎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余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，你的伤还没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，可如今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到你的花灯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叶楠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你好点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嗯，你也吃。嗯，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这是哪家的胭脂啊？这么难擦！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，也挺可爱的嘛。我看美色不输桃姐姐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呢。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？我还想让余墨好好看看呢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
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这等小猫小狗算什么？好了，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。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全都记录到《红尘录》里面。捉妖天师唐周，虎落平阳被猫欺，如何？挺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你重温一下往昔你做主角时的戏码。小娘子终于想通肯嫁给我了。竟敢耍我。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在这刻停留，该有多好。有你的时光，朝朝暮暮都是好时光。